我自己现在开一个花店子。花店？哎，叫幸福快乐花店。啊，名字起得好。哎，我也喜欢音乐。你也喜欢音乐？我也喜欢唱歌。那你平时喜欢唱什么歌呢？我心中的玫瑰吧。哎呀，开花店的适合啊。行啊，今天在我们熊爹爹这里就充满着鲜花，好吧，来。在我心灵的深处，开着一朵玫瑰，我用生命的泉水把它。乖乖，我特别喜欢这个熊爹爹这个性格啊，就说来就来，你看就我们的气氛特别容易活跃起来。我不知道这个一号跟我们熊爹爹这样一对歌，你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心情也蛮激动的。还蛮激动是吧？是不是找回了那种青春年少的感觉？是的。现在住在哪儿？阿七路。自己有两套房，一个租了别人在，一个自己在住。你是家里房子是一个什么情况？两层楼房，200多平方，现在是我一个人住。就晚上你不害怕吗？就有一点。其实孤独真的是一个杀手。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一个调查结果，就是说人呢在丧偶以后啊，女性的他的死亡风险会提高2倍、哦、男性会提高6倍。哇，所以你们看，其实男性比女性想象的要什么，要痴情一些啊，就是他们很多人会像这位老先生一样，曾经有过一段自暴自弃的日子。还好您走过来了，还好很欣慰，我们桃花给了您希望啊。以后女嘉宾跟着您，您看平时有个什么头痛脑热的小毛病，您甩手就给他解决了，是不 是生活也非常的有保障，也会非常的幸福。谢谢。